2001年，空军一级战斗英雄，曾在朝鲜战场驾驶战机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的刘玉堤老人，在临终之际，颤动着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艰难地写下“大大发展轰炸机”7个字。大大发展轰炸机，不仅是一个英雄飞行员的最后牵挂，更是人民空军对升级装备的迫切需求。战略轰炸机作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飞行平台，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陆基洲际导弹、战略核潜艇只能担负核威慑和核打击任务，使命单一，而轰炸机则是核常兼备的特种兵，不仅可以投射核巡航导弹及核航弹，还可挂装对地对海攻击的精准制导弹药，在常规作战行动中大显身手。刘玉堤老英雄临终嘱托的一个多月后，2015年3月30日，一个注定被记入中国空军史册的日子。This is China Airport. We are conducting routin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. Please don't disturb my task.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，驾驶着战神轰6K，首次飞越海域陌生，气象万变。甚至还存在通信盲区的巴士海峡，一举突破第一岛链，开创了人民空军远海远洋先河，在西太平洋留下了壮美的航迹。外军机最近的时候就是在100米以内，它的座舱里的飞行员，它的飞机号我看都是一清二楚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我们按照国际的惯例，按照国际法来执行任务的，我们就是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。陌生海域与外军狭路相逢，他们英勇无畏，果断处置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铁血与担当，用最强劲的强军号角向世界宣告，中国主权不容侵犯。但成功从来不会一蹴而就，而是无数次的磨砺与实战的锤炼。1951年11月6日，首任大队长韩明阳率领9架杜-2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大和岛，就是我们大队组织实施的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空军首次成功的轰炸。周霄宇作为飞行二大队政治教导员，虽然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给新学员们讲解二大队的历史，可每当讲起72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那场战斗，他的心中总是抑制不住的澎湃。鹰击长空，响遏行云，作为人民空军最早组建、最早参战的一支轰炸航空兵部队，也是中国首支装备轰6K 的战略打击力量，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战成名，彪炳史册。1951年11月，部队组建不到一年就飞出国门，参加抗美援朝轰炸大和岛作战任务，没有任何实战轰炸经验，飞行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，人均战术科目训练还不足20小时，就不得不紧急投身战场。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却是装备先进武器、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美军。11月6日，时任二大队大队长、年仅25岁的韩明阳，带领9架图-2轰炸机，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，编成品字队形，朝大和岛飞去。离那个大和岛还有33公里的距离上，我亲眼看到了大和岛的周围，我就在那个地方把无线电按了按钮，就喊呐：“同志们，为这个志愿军争光！”下定决心冲！年轻的飞行员们发起冲锋，在大和岛上空精准投下炸弹，炸毁敌建筑设施40余栋，炸死炸伤敌少将、作战科长等60余人，
打出了全摧毁、零战损的辉煌战绩。这是一份来自72年前首次对外界公开的文件，里面有一项关于二大队出动9架图二轰炸机对目标摧毁程度的描述，其中写道：以目力观察，将敌集结大和岛之白马部指挥机关和部队全部摧毁。11月30日，在第三次轰炸大和岛的任务中，这支部队15位革命先烈血洒沙场，他们把军魂永远地镌刻在天际之上，砥砺奋进，从未止步，直面强敌，永不退缩。无数次硝云弹雨的洗礼，无数场生死攸关的考验，厚重的铜墙上，热血雕琢出一张张坚毅的面容。我们这支部队在组建之初还不到1年的时间，9981颗炸弹全部命中，一下子就给这个团队注入了灵魂。首战基因流淌进一代代二大队官兵的血脉，激励着他们不断锻造自己。2014年，这支部队用了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轰 6K 战机的改装，不到7个月形成战斗力，战巡南海，不到10个月前出岛链，完成多型弹药手射，创造夜间绕台等一系列首次。先辈创造了历史，新时代的他们接续奋飞。这是拍摄于2018年5月由中国空军官方发布的首次夜间绕飞台岛画面，画面中央出现的正是被称为战神的轰 6K 战机，它是我国自主改进设计的新型中远程轰炸机，一直备受瞩目。关于它的故事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。在中国，国产轰炸机的研制几乎与歼击机同时起步，但由于轰炸机研制难度极大，一度举步维艰。上世纪60年代，中国参照苏联图-16中型轰炸机仿制国产轰炸机轰六，这是当时中国试制的吨位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的飞机。1968年12月，轰六首飞，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中型轰炸机的历史。而且经过改装的轰六兄弟还完成了一项意义非凡的重大任务。1967年6月17日，载有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国产轰六甲飞机起飞，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区方向飞去，飞到靶标上空开始投弹。8时20分，氢弹在距靶心315米、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，飓风般的冲击波从爆心袭向四周，爆炸巨响震耳欲聋，形成壮观的蘑菇云。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2015年9月3日，9架轰 6K 战神远程轰炸机组成气势恢宏的空中梯队，列阵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。这是中国新型轰 6K 轰炸机部队首次公开亮相。轰 6K 在外形上能依稀判断出属于轰6的血脉，但内涵上早已不同往日。首先，载重能力大大增加，机翼下方共有6个挂架，能够同时搭载6枚射程500公里以上的反舰导弹、巡航导弹，具备了突出的远程打击能力。比起前辈轰6，战神轰 6K 已焕羽重生。计划时间是11点整，目前航线已经放飞，连续飞行，精力一定要集中。完毕。
要说的。九两幺可以起飞。小满。升空就是作战，想要成为真正的铁拳部队，靠的是硬功夫。但怎样在和平年代检验部队的真实战斗力呢？中国空军在强军之路上创造性地缔造了红箭、蓝盾、金飞镖等五大实战化训练体系，其中代表突防突击最高水平的金飞镖是轰炸机部队的至高荣誉。这支威师在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引领下曾多次摘得桂冠，2020年更是包揽前三，赢得团队第一。现今全球仅有三个国家拥有中远程战略轰炸机部队，作为检验国之重器的金飞镖，所有的考核科目都经过精心设计。轰炸机的优势是航程远、航时长、在空时间长，但是它的劣势是机动性能比较差。在执行金飞镖任务过程中，它设置的考核科目有二次补充打击的这一个科目。进行这个补充打击，我觉得是很紧贴实战的，因为第一轮过去的话，可能这个还有的目标没有摧毁，侦察过后进行第二轮快速打击。在几分钟内进行二次补充打击，这在金飞镖考核中是第一次，但也更具实战意义。如何实施，怎样完成，完全由参赛机组自由发挥，没有任何道条。他给了我们这个自主发挥构想的空间，我们要自主这个设计航线，研究天气，然后怎么去投弹，怎么去实施，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考虑的，然后上报。这一点就把以前这个金飞镖比赛从这个一种赛场变成一种战场区域，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区域，下面的弧形气候都在变化。现代战争的角逐，胜败就在分秒之间。几分钟内的二次补充打击，对于大载弹量的轰炸机而言，并不是完成一次绕场飞行那么简单。要在3500米的高空完成精准投弹，风速、风向、气压、飞行速度等一系列因素，都将影响着弹点的精度。而这些复杂的数据，需要在几分钟内完成计算，李伟杰机组才能重新制定作战规划。此外，他们还要面临复杂的电磁干扰和地导部队的拦截。面对全新的难题，灵活多变才是破解之道。通过理论计算，通过实际操作，确定了我们这个打击时间间隔，完了经过各种方法吧，完了就是分为几段，这一段我们做什么，中间一段我们做什么，下一段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，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。马上进入航路了，注意检查好动作。好的，发现目标。发现目标。好的，截获。截获目标。好的，把方向稍往左来边，准备投弹。好的，准备投弹，保持好高度速度。好的，投下。注意观测弹道点。创新的战法让李伟杰机组在二次补充打击这个环节取得佳绩。有的难题能分解，逐一击破，但有的难题只能直面。
轰炸机飞行员虽然不需要承受像歼击机飞行员一样的大载荷，但超长航时的飞行却是对体能的严苛挑战。两者的关系犹如短跑与长跑，一个需要强大的爆发力，一个需要持久的耐力。针对这一特性，在金飞镖考核中增加了体能考核的新科目。体能训练在这支部队从未松懈。慢点慢点。李伟杰与机组成员更是加倍训练。在创新与苦练的双重加持之下，李伟杰机组将金飞镖的奖杯收入囊中。金飞镖马上又要开始了，作为团队来说，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项任务中来，以任务带动整体作战能力的全面的提升。当时这个场面很震撼，而且在不到一公里的看台上，他们投的都是实弹，这个对我的感触也比较深。所以金飞镖仅是检验战斗力的一个窗口，拔得头筹，摘得桂冠，绝不是威师的强军终点。分享、创新、总结，这支队伍在强军的舞台上不断奋进。金飞镖只是我们奋飞航迹上的一项指标。习主席要求我们，关键时刻上得去、打得赢，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。我们要更加的贴近实战。从研究队友转变为研究对手，从研究赛场转变为研究战场，从研究考核规则转变为研究自身机理。北部湾某海域，乌云密布，硝烟弥漫，空军金飞镖考核悄然打响。而这一次的考核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第一次把这个金飞镖考核的靶场啊放在了这个海上，它的难度可能增加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能够参加金飞镖，一定是这个每个单位里面最优秀的一部分，放在一个平台来啊竞技来比武，其实就是华山论剑这种。群英对决，想要夺金谈何容易？当进入轰炸的最后阶段，一向百发百中的张九牧打开光电设备寻找靶标时，看到的却是海面上密密麻麻的靶标。就像你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前面有一片向日葵，而我的靶就是其中的一朵向日葵，而且前面的轰炸使我的靶发生了漂移，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减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我的靶去哪了？我的大脑不停地计算。最后还剩十秒的时候，张九牧终于找到了他的靶。就在他准备截获的时候，海上风浪突然变大，靶标突然剧烈的晃动，导致他怎么都截获不住。考验武控员技术的时候到了，张九牧屏住呼吸，右手稳稳地握住操作手柄，眼睛死盯着屏幕，最后一秒成功截获，最后成功夺标，获得了金飞镖考核团队第一名。入夜，机场归于平静，空勤们又一次聚首，对今天的轰炸演练进行复盘分析。机务的通过下载数据分析之后，它的光电测校测距次数都是比较好的。每一个信号反馈，每一帧飞行数据，都将是战场决胜的关键。这支部队官兵向战而行的轨迹不断延伸，逐步实现由近海向远海、单元向体系、昼夜向全时段的跃升。轰炸机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空中进攻力量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全时空、全时域的这种出动能力，白天、晚上、后半夜、凌晨我都可以。刚开始出去的时候，确实啊，尤其是飞得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千里走单骑的感觉。但是随着这些年啊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，成体系的、成规模的一个远海远洋训练，卫星、我们的预警机，包括我们的海军，是上连天下连海。如今，
在远海任务中，陆海空天全域联合，作战效能倍增。面对海上的风起浪涌，大队飞行员始终保持全时待战、随时能战的状态，奋飞在海天之间。先辈们创造了辉煌的历史，他们也会驾驭战神，创造新的历史，飞向更远的目标，到达从未到过的地方，是这支铁拳部队从未止步的永恒追求。祖国利益所至，威师，航迹必达。